夸张哎，不可能来这湾家吧？湾家，湾什么家？玩家啊，他是你以前学生哦，功课有我好吗？他是我妹啦。你敢登哦？不可能，现在还有干妹妹吧？可不啊。世代习惯吗？下次我们也可以去吃传小。传小？传小就传统小吃啊。传统小吃？嗯啊，你不是说你喜欢吃米血糕？ 你喜欢米血，还是明显？米什么？明显？米血就是清爽一点的，明显就是粗一点、颗粒大一点的，不可能连这都不知道吧，老师？姑妹上面有几家不错的，哎，还是我们去试试看。姑妹，你是说Google Map吗？对啊，老师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？ 回家，住哪里？后山处。哎，等等，那边美沙哎，我们不是还要吃明贤吗？我说回家。关紧，你他妈操！老师，我手机快没电了，请问你有行踪吗？